哎，干嘛呢？哎，厕所在哪儿啊？这里哪有厕所？快出去，出去！这么大个医院，连个厕所都没有啊？有没有厕所关我屁事儿啊？快点出去！我告诉你，你不告诉我厕所在哪儿，我不走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行，告诉他吧。厕所出了门左拐，直走就到了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走吧。走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事，你走吧，走吧。真的非常感谢。爸爸对虞姬该干的事儿，不行，我还得见。做些什么？你是谁啊？你个狗汉奸！来人啊！
还是搬不走的，只能打开它。珊珊，李小琴，有办法吗？让我试一下吧。咱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抓紧。好。风堂主和我都怀疑过，奇门善毒，可为什么偏偏给咱俩把枪去杀江浩？不知道了。岔罗是想为了完成任务，故意置我于死地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奇门你没法回去了，赶紧走，离开东北，越远越好。那你呢？我身上留影的毒一个月发作一次，我必须得回去。你忘了奇门的规矩。如果我们不一块回去，你照样是死了。放心吧，我自己有办法。雪花，咱们这么折腾，门主就是为了这个。回去交上就行了，不用管那么多。快撤，走走，还不快走。就一个小时，江浩被人杀了，我的保险柜也让人给偷了，你们连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他们声东击西，实在太狡猾了。闭嘴！那是你们太无能。我们还有五分钟就撤离。我们不是说好跟叶寒的小队一起撤离吗？他们还没来。叶寒小队是防止我们计划失败，准备强攻青善会的。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成功，我想他们应该是提前撤退了。那落雪跟谢欢呢？他们本来就没有回来的可能。什么意思？我收到的命令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不管集合有多少人，立刻撤退。现在还有两分钟。一切按计划行事，奇门人都抓好了吗？干得好，胆儿也忒大，有点明目张胆，赶紧撤走吧！啊啊！还剩一分钟。
没迟到，落雪呢？落雪没回来吗？落雪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们被日本人追走散了。不是说好了在这儿集合的吗？那落雪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咱们一起回去找他吧。不行，时间已到，我们撤。 丢失了主人的影子是什么下场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啊，送门官啊，送门啊，下工地！快走！走！ 站住！说你呢，给我追！ 你是谁？和你一样，也是中国人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需要帮助。我不需要不认识的人帮助。日本人很快就会戒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出城，不然都走不了。像你这么美的姑娘。 一定不想死在这儿吧？你刚才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请出示证件。周小姐的证件呢？ 他你都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平时看戏看的少吧？这东三省的名角啊，他到哪儿也不带证件啊。这可不好，上头命令，只要没证件，通通回宪兵队。先生，走走走走。你他妈新来的吧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去给你们陈处长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他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，这是我们陈处长啊。打开。 走走走，放心，他不想混了是。刚刚你演的挺像的。没办法，为了脱身。